以前的话有有几位，还有一位跟我同年级的来着，没能学成。他给成人要学难了，他要一心二用，要学一个非常的掌握，那么的发挥也好啊。那有些小朋友啊，他每个人程度不一样，没关系。以后我们儿童团上课的时间或者演出的排演的时候，需要有什么不足的话，我们还要利用这时段把它给补足了，针对每一位小朋友。这门艺术啊非常迷人。竹板快书是唱一段竹板快书，它不是说，是唱，所以语言的这个它的起承快慢了啊，语言的这种单句啊、连句啊、强弱呀、非常的重要，抑扬顿挫才比较有那种感觉。说古时候有一个小伙儿，他名叫李小托，他没事专卖马蹄锅。那么这一天，他摸着摸着摸着一漩涡里，摸着摸着摸着一漩涡里，他跟唱歌一样，跟人说话一样。当然熟的时候才能够分享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各位家长，就是这么敏锐的小朋友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。